各位，今天是我们公司的带看时间，看看我们新进的房屋和土地物件吧。快来跟住阿佑走走看，看你会选哪一个。物件一号，古坑华山的建的加小木屋，目前经营民宿呢。空气清新，景色优美，到304平哦，售价2300万。但很可惜，屋主超神秘的，不让拍照，所以我只好走出来了。赶紧看下一个，来来来，看看物件二号，古坑华山的咖啡屋，54平，价钱很可爱，480万，就在华山咖啡大街，位置一级棒。但这个屋子，还没有登记哦。接下来是物件三号，这是一家超棒的景观咖啡店，空间超大，有1000余平，售价2980万，可以边喝咖啡边看美景，简直是梦想中的咖啡店。然后物件四号来了，超隐秘，在农地上盖了一间平房，承租的农地有613平，价格呢？继续走，还有物件五号，东河农地，1500余平，售价1480万。再来是崇光里的农地，同样有1500余平，价格1638万。接着斗六也有两个物件，斗六城顶街，12平的小透天，258万，小而美的选择啊。然后是斗六镇北路的建地，100平，售价3838万。云科庄园别墅新城屋，47平，只要1398万，是不是超心动的？好了，今天就带看这些，想了解更多吗？来找阿佑，带你亲自去看。